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次我想分享一下《火影忍者：忍界大战》嘅抽合手感，有啲角色仲会有两个造型添，一齐嚟睇下。全系列最轻嘅就系鸣人，佢上下能够摇动，四面嘅晃动空间都好大。座座属于中等重量，佢六面都有晃动嘅空间，左右偏上位置有打盒感。春野樱有 A、B 两款，两款都系偏轻，六面有空间，手感分别唔大。卡卡西都有两款 ，A 咧就重啲 ，B 轻少少，六面都有空间。日向初田都系属于偏轻嘅款，六面都有晃动嘅空间。两款嘅宇智波鼬都系中等重量，六面嘅空间细，手感分别唔大。千手柱间属于全系列最重，佢上下嘅空间比四面细，有大包干燥剂。中等重量嘅宇智波大肚，佢上下嘅晃动空间比四面细。宇智波斑虽然都系六面嘅晃动空间唔大，但系佢就属于全系列最重。一样拎上手系最重嘅，仲有今次嘅隐藏款大肚木辉爷，佢只有小包嘅干燥剂，同埋冇任何顶点。中意火影嘅朋友不妨留意一下，多谢大家收睇我嘅 channel， 下次再见，拜拜。